今天是2018年的8月25号，星期六。一会儿呢，我准备去图书馆把之前借的书还了，然后顺便借一点新的书来看。最近太阳很大，出门记得要戴上帽子哟。我的小车车，哎，我的书包好重，好像要把我的书放进去。走喽，走喽。好久没有录 vlog 了，希望今天的 vlog 可以顺顺利利。最近假期，然后学校图书馆呢都是只有9点才开，然后现在呢时间是刚好9点，所以时间卡得刚刚好。到图书馆啦，现在要先还一下书。这是学校图书馆给大家推荐的书，我想看看有没有我感兴趣的，可以借回去看看。最后，我选了这本，叫《富有创造力的心灵》，希望这本书比较好看。哦，放假人就是少，平时这个点钟。早就人满为患了。那我今天可以选个我想要的座位。最近在看这本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然后是张嘉佳的一本书。然后刚刚呢，从图书馆借的是这个《富有创造力的心灵》，希望好看。这个是我的韩国朋友。Yes，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？Hi， I'm Marianne. I'm Korean. I'm from South Korea. 对，他是。I think I'm best friend of Jane. Yeah. I think. OK.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剪头发，他跟我说六道口有一家就是理发非常好的店， yes. 我决定相信一下他，因为我至今在北京就没有觉得有哪家特别好的理发店，每次都剪得很差，回来之后就不打算在北京剪了。嗨，我们刚刚本来要去剪头发，然后剪头发去到那个理发店，那人跟我们说预约满了，然后我们要等到4点，然后同一栋大厦的楼下有一个那个唱 K 的地方，我们就电梯门一打开说，哦，那不然我们去唱 K，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来了唱 K 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就要去唱 K， 完全没有任何提前安排，看这个人疯掉了。
我已经剪完头发，然后现在在等我的朋友剪，他剪完之后我们就一起回清华啦。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发型，其实也没有剪很多，就是把它修短了一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最近想留长发嘛，所以我想让我的发质变得好一点，就把头和发尾的分叉修了一下这样子。大家如果想剪的话可以来这家叫做 Hair Cool， 中文好像叫酷美发还是酷理发之类的，在海淀这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们两个现在是同款 Twins， 耶、yeah, 我们是 Twins， 我们剪完头发了，现在要回学校了。煮了一个燕窝，然后我快喝完了才想起来我没有录视频给大家看。叮，超级好喝这个燕窝，推荐大家自己在宿舍弄个养生壶来煮一煮，很滋补。哎，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喝点燕窝这种东西。嗯，因为我妈说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她自己也不喝，所以她就让我都带来学校了。女孩子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九零后养生女孩本 girl。 假期里平平无奇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天天都开心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投币还有转发哟，晚安。